我是 E 的伊维达，欢迎收看新一集的泰国 vlog。 好开心啊，有这么多 travel vlog 看，我自己看回来都好像重新去泰国一次这样。这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去泰国，现在就是我第一次来到芭提雅。我们在 Bangkok 坐了两个小时车，终于都来到这间酒店了。喂，这间酒店叫做 Cape Dara， 将会有百几个人来出席 Jerry 的婚礼的。是的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出席一个婚礼的。我已经来到酒店房了，但我不会 room tour 给你看，因为我和另外两个人 share 房的。咁我是后来加入的，所以已经是战场来的了，间房。这个就是房的露台，望出去的景。哇，这就是刚才出面露台啦。跟着入到来呢，哇，这个全身镜 OK 喎。如果屋企有一块咁大的全身镜都好。我刚刚买了一块全身镜，但是呢是禁优的，禁优。芭提雅这一程的所有 cafe 啊、餐厅啊，好像全部都是 Bambi 揀的。那他揀餐厅呢，除了是多影相靓位之外呢，东西都真的好吃，即是每一间是好看又好吃。这个是、我对芭提雅其中一个很大的加分位来的。至于除了吃啊、影相啊之外，还有没有做呢？芭提雅我觉得是没有的了。刚刚出现这个就是我同房 Mabel， 其实他以前是我邻居，也是我学化妆的同学，是啦，很多很多身份的。那我们呢，看看餐牌先。哇，餐牌里面样样东西都靓仔的、哦、真的好彩啦，这么多人一起来可以试多几样东西。这间东西的感觉都西式啦，那我名叫 Low 都是面包这样啦，但是呢你看这些 Pasta 很多都是有泰国的特色的。我现在手上这一杯呢就是冻的泰式奶茶。咁头先讲的嗰啲 pasta 好多都系有泰国特色啦，就系、是、譬如有冬阴功味啊、香茅啊、一啲泰国嘅香料咁样啦。你睇下，全部都冇喐过噶。要影相啦，而家呢啲场口咧，你哋都见惯噶啦。如果有睇开我嘅片，尤其是系食嘢嘅 vlog， 我哋咧多数都系等齐啲嘢食，影张靓相先至开动嘅。try 冬阴功，个冬阴功都几好味喎。喺我面前呢个系咸蛋，咸蛋意粉。Thank you。好肥啊！嚇 ，feel 到個肥喺個口嗰度啊！因為嗰個牛奶已經滿曬，係咯，超易啊，整得好，真係好容易啊，真係會感到。但我發現喺吉斯有一隻醬咧，你烏龍都未要落多辣醬嘅，我咧，佢鑊面咁嘅超好，係咩？係我睇下我買得翻。你睇下啲嘢食啲賣相咧，全部都唔差噶喎。依個飯幾靚仔，同埋味道都好味咯。跟住影相位啦，頭先講過好多影相位啦。呢個就係好似突然間多咗一間房出嚟。咁嗱，我諗咧，如果同啲 friend 喺度飲嘢咧，都幾爽嘅。呢間鋪頭叫做 Loaf， 咁所以有好多麵包賣。順便望下啲蛋糕先。不算好出色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冇叫到蛋糕食嘅。又入镜啦，资本啊！你咧入得多镜咧，跟住啲人就话：咦，你同阿权系熟啲嘅喎，咁样咯。即系如果我劲影高佬咧，咦，你同高佬熟啲嘅喎，咁样。即系大家咧系以我播出嚟嘅几系啦嘅十几分钟嘅片段，边个人喺里面出现得多就系同我熟啲噶啦，觉得。即系都要每一集都要出现。即系可能我同我爹哋妈咪系劲唔熟。因為他們沒有出過鏡，咁你認曬全部？全部都熟噶。我哋而家食完 lunch 去超級市場度行下。芭提雅係氣温係好過曼谷，曼谷我都出汗喎。呢度涼快。係啊，呢度係真係真心係涼快，秋天 feel。而家去碧絲。買咩？有冇 cup 食啊？其實我冇。都是行下咯，行下一陣，可能買啲檸檬汁。阿權喺Bangkok 買咗好多面啊，咩面啊？嗰啲泰國面咯，冬陰功，即食面去。上次我買啲泡菜咯，但係其實之後發現咗香港都有勁多，所以就我唔會買咁。香港乜都有啦，其實。即食面都有啦。
但係冇咁多款嘅感覺上，同埋佢有嗰啲泰國溜溜字，好似好 high 咁啊嘛。係。咦？你係咪推介呢個牌子啊？我食呢只啊，買咗先。Mabel 話呢個好味啲喎。啊，真係好食㗎，同埋呢只都好食㗎。好味過小老闆。咩味辣過啊？咩味啊？呢兩隻都辣㗎。不誒。綠色話辣㗎嘛？呢個蘇州魚皮喎。冇啊。啊，唔好食魚皮。有推介喎，話呢個麵好味喎。呢個係青咖喱啊。青咖喱。青咖喱麵。我覺得㗎咋。哦，唔好成日買冬陰咯，買啲青咖喱咯。好啦，我自己有咩事唔好揾我啊。你睇下佢哋。你睇佢哋。以前喺加拿大都有食噶。咩啊？我睇下佢有冇我想食嘅嘢咯。咦？呢個依然有榴蓮味嘅喎。我唔會榴蓮一番啦。我見到啦，我想食依個，飽都要食啊。我百幾磅。小關女，咩嚟噶 ？Dairy Queen， 咁搞笑，好。我哋嚟咗警察局，唔係，我哋係去對面食雞飯，喺呢個 Hilton 樓下。其實我哋就係入去呢一個 food court 嗰度食雞飯嘅。點解要去 food court 嘅呢一間？係唔係個特別出名定係乜嘢咧？唔知道，冇人知道。只不過係之前有人喺度食過啫。買咗雞飯啦 ，Bangkok 食唔到，而家食翻。呢個汁係辣唔辣噶？辣。嚟泰國嗰啲影嘢食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求其影兩啖就即刻熄機，因為好想快啲食。哇！其實咧，我去到好得意啊！我去到每個國家都會有睇donut嘅情景。你有冇買 Hello Kitty 啊？好靚喎！你睇下。咦？其實我呢個好靚喎。不過咧，我唔係好食佢，因為我覺得好辛苦。買呢個啊！冇所謂啊，靚就買啦。買曬啲 Hello Kitty 啦。白色嗰個最靚咯，我覺得波皮，你買咗啦，係，即係有個蝴蝶結嗰、那個。即係如果食完唔好食完點咧？嗰個點都要食曬，都要食曬。即係你成日收下，唔係你食過你覺得 OK 唔食到喎 ？OK 嘅，之前食過成功嘅，係咯，都係呢個味嚟噶嘛。我好似打針咁嘅樣。係啊，緊要㗎。第一啖榴蓮。試過唔食㗎嘛，但係強迫翻上一條窿。個 texture 好似有啲怪喎。但係好食㗎。好似俾人誤導㗎。我哋係激憤。中唔中意？其實我又真係喺中間喎。嗱，我覺得個味係正嘅，但係嗰個質地有啲似茄子咧。哦，係啊，有茄子出場。可能要啲時間食下。咁慢慢先影啦。又多一個人從來未食過榴蓮。即係淨係撩面嗰啲就得啦嘛。係啊，攤啲糯米。即正常嘅榴蓮都係咁樣爛。係啊，不過平時可能有凍嘅。真係好似好似得意哦。加油啊！珍珠真係有啲。
聽唔聽喊啊？乜其實佢個味冇乜嘢嘅，係聞咯味，係聞落個味透啲嘅。咁外上又未至於嘅。啊，我唔制。凍嘅好食㗎。雪凍沙。再試下凍嘅咯，諗住。幾多分啊？十分滿分。我幾分真唔識比，但我諗我就又唔會因為咁樣而愛上咗咯。會唔會好主動以後成日迎接呢樣嘢嚟食又未必會。咁但係其實就冇想象咁反感。至於我自己咧，榴蓮我食過啦，最期待都係呢一盒嘢。如果想睇更多 vlog 又或者係其他片嘅話咧，都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仲有 follow 我所有嘅 Instagram、Facebook page 同埋 Snapchat， 全部都係 EVITAWONG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